我大哥，别学我了，你有学你像。天天就是结束以后对我这么不耐烦，大家看到了吧？你还学我？就是这样，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小心翼翼。 要不要斩人一下我的伤口？啊，你这个手就是你抠的。这个都是你抠的。你怎么说那蚊子你包是我咬的？那都是你打肿的，你看都肿成啥样了。<笑>嗯。我还记得你那天在船上问我喜欢是什么，好像是这个问题吧。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答不出来你。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形容喜欢孙燕姿是什么感觉的话，可能就是，你可能你在说一些冷笑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小孙挺可爱的。哎呦！如果可以和小孙一起长大，好像也不错呢。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不要来见我？所以我们，小孙，加油！就要不要在一起？救命！ 他自己说要吗？自问自答。干什么？你后悔了？要吧。要呀。啊！太开心死了！这个很浪漫，我看的好开心哦，好害羞哦。为什么我都害羞啊？我现在也好想十指紧扣哦。不是在做饭吗？你掐我一下。 啊，小孙，没错。孙哥。啊。 喂，侯思义，晚上好，我是孙静娟，对，我是侯思义，叫全名，好甜。 今天终于能说之前不能说的话了。你小子可没少说呢。你找一个方便脚趾抠地的地方。<笑>就这一天突然到的时候，还挺感觉还挺紧张，挺突然。我也好紧张呀。 嗯，其实就跟我刚来小屋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自己面对的就是一团迷雾，好可爱，都闭着眼睛说。然后又需要找一个出口，但是第一天和你见面嘛，那天晚上，就有一种好像。 这就是不安的，然后突然找到了一个安全所一样。嗯，真的。然后我脑海里面就特别特别简单，我当时就想，我好像就没有需要，也没有想法再去了解其他人啊。哎，好会说。我叫侯思义，叫我小侯就行。小侯，我叫孙静娟，可以叫我小孙，也可以叫静娟。好，小孙好。你好，小侯。 那很好翻，这样子。送你一个小花瓣。谢谢，好可爱呀！没错，当下那一秒我就锁死他们，我好像紧随着你。<笑>嗯。后来咱俩又一起干了很多事儿。
咱们一起种菜，一起旅行，一起坐了慢的车、快的车、观光车、缆车，还有巴士呢。真的是很巴士，还一起坐了船。嗯，我们路过了一片羊群，路过了一排小树，嗯，路过了一个小海豚加油站，路过了红领巾公园，记得好多细节啊。然后我们还一起看了三次半落日。哦，这么细的事儿。而且我觉得和你相处的时候，我好像更喜欢自己了。哇，这说明的是一段正确的爱情。对对，因为会有让对方变得更好。对，而且我更打开自己了。和你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我很轻松，很自由，很快乐。我甚至觉得我像一朵小花一样就开了。哇，他要哭了。我觉得可能我很久很久以后变老了，变成一个老头，我的那个老脑袋里面可能这些记忆还是会闪光。哎呀，哦，而且我觉得谈恋爱真的是一件好复杂的事情，比我以前学过的任何数学都要复杂。我记得咱们俩还讨论过，我一直想知道谈恋爱到底是荷尔蒙驱使的生理反应，还是相处久了的日久生情，还是两者都有。就那天咱俩在那个小院里聊的吧。那天回去以后，我发现对于这个问题，我好像就突然没有求知欲了，就是他对于我好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就我意识到好像真的拥有了以后就全都变成本能的反应，就让我很犯难啊。天哪，而且还有让我犯难的是，我好像有的时候不知道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甚至不知道之后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就是，我觉得咱俩有的时候就像一个香蕉的圆，在没有香蕉的那部分，就像两个谜团一样，我有我的谜团，你有你的，但是在我们相交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又对世界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有同样的喜欢，对他有同样的喜欢，也有同样的反抗，所以问题来了，你不用着急给我答复，你的任何答复，我觉得我也都有心理准备，侯思义。我想和你一起打败这个世界，或者被他打败，你愿意？哇 ！Oh my god！ 太浪漫了吧！等你想好答复了以后，再给我回电话呗。好呀。行，拜拜。我知道。拜拜，拜拜。森哥的话都很浪漫，他就很文青啊。你能懂我吗？我知道他一直都很文青。哦，我懂你。我真的每一段表白都好感人哦。And so the question that you chose to ask, 打回去。Still my heart is saying, oh yes.
耶，打了吧。喂喂，肯定是1%是。喂耶、yeah! 喂啊啊啊啊谢谢好谢谢直播全民的好甜哦哎呀哎呀我其实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脑子都是很空白然后乱乱的我本来准备了一些要跟你说的但是我现在我还是说我想说的吧可能有点稀碎等我组织一下好可爱就是本来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前天上有一颗星星然后它被云给遮住了然后我挂掉你的电话以后那个星星又出来了我觉得我的心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乱了然后那我要说了好还是有点稀碎请讲其实第一次见小孙的时候心脏就有一点砰砰然后从第一次见小孙到现在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每一次事情其实有大心动有小心动大心动的时候就是突突突突突突好可爱哦小心动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见你轻微的冲冲一下哎呀我不是这么准备的你说和你在一起心动的时候我也很舒服像你说的那样我在你面前可以很舒服的很放松的做自己哪怕一起发呆我也很舒服我也很开心我还记得你那天在船上问我喜欢是什么好像是这个问题吧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答不出来你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形容喜欢孙建军是什么感觉的话可能就是你可能你在说一些冷笑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小孙挺可爱的哎呦小孙挺可爱的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good. 还有就是见到小孙就会忍不住的笑，虽然我平时笑的也挺多的，但不是一种笑。然后就是见到小孙就很开心，然后哈哈哈哈，谁支持一下？支持。哎呦，不好意思。有一件事情等着的时候浪费时间也不是浪费时间确实不是一种笑哇搂起来有点东西呀、啊、开心恭喜谢谢这个为什么想分啥就是你按一下我就我在房间里面哦真的是送给最近那些最快乐的瞬间他真的很文青耶好饿我感觉我能吃下一头牛喂再多准备一头牛有没有想喝你想抓着我加油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你觉得我们能一块啃多少东西我要活500年了你自己慢慢算哇哦好甜呢对呀、
哇！你看这个场景更夸张。你就踏踏实实的在你的泡泡，然后我的泡泡我也不会让它破的。这个是钢化泡泡。我那点事儿。超可爱。Come on and beautiful. 我想想我说到哪儿了。我之前觉得做一个不太去过多的去付出一些感情，然后这样自己很酷，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酷，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可以和小孙一起长大好像也不错呢。啊，是清楚的。我懂，支持。那你有没有想我，你要不要来见我？哇，这女生主动问好 cute 哦。那你有没有想我，你要不要来见我？要，你等我。好呀，马上过来。拜拜。拜拜。好。哇！哇哇哇！好帅哦！来了。哇哦！害羞啊。还有一个给你带的这个，坐一会儿吧。你怎么这么安静？好可爱呀！好可爱啊！离开小屋前的两个遗憾，一个是没有和你一块看星星，所以就准备了一个满天星。有，刚才那颗飘到哪儿了？你往后，你往后看，往后，往后，那，就是那颗，看到了吗？哎呦！啊，看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一直闻不到味道嘛，然后这个香薰蜡烛是我觉得和小院的味道最像的。哇，很有心哎！如果你之后有了嗅觉，现在有一点了，试一下。我好害羞哦，闻不见，等你能闻到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咱们小院是什么味道了，就是氛围已经烘托到这里了。这个时候就不要戳。那我也有一个，但是我的好简陋呀。你记不记得猴子下山？记得。小猴子下山。喜欢吧？今晚就给他读过五遍。小猴子下山啊，这是连载呢，今天连载一下吧。连载一下。猴子的心就是他自己的心给他了，就这意思，一语双关。但是这个故事特别那个什么啊，先往回去看。
哔，去看一下星星。走。我伸手了。啊！哇啊！条牵的多紧，可以牵吗？哎呀，可以呀、啊！那颗刚才就是我讲到的那颗，好浪漫啊、哦！他刚才在那儿，然后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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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哇！哎 ，couch 了。今天云好浓啊！打完电话以后，那个云就把月亮给遮住了。然后我就……啊，你打完电话，那个云就坐一会儿吧，把星星露出来了。我想抱一个。小孙，你在干嘛？那是给他机会了。所以我们小孙加油就要不要在一起、我喜欢，我现在真的我真的喜欢，就是有表白的过程。要不要在一起？要就要不要在一起、救命。他自己说要自问自答。干什么？你后悔了？要吧。要吧，要呀，要呀！人生尽头，感谢没有，拜拜！啊啊！太开心死了，这个很浪漫，我看的好开心哦，好害羞哦，为什么我那么害羞啊？我现在也好想十指紧扣哦。不是在做饭吗？你掐我一下。加一下，你加一下吧，行吗？好。从开始打电话的时候，就开始有个耳朵听不见。太快乐吧！好烦哦。不快乐吧，我们小苏。哇，你手好凉。不快乐吧，我们小苏。哇，你手好凉。双手了，你看多么自如。哇，谢谢。哇！夏老师也可以，可以。太浪漫！我想死了！哎呦哎，哎呀，好喜欢这种节奏，好甜！哎呀！海涛，我好羡慕你媳妇在场，你就等一下去牵她就可以，好羡慕哦。媳妇儿，我手好凉。海涛手凉了，不来给他捂一下吗？别这么说，我妈还在旁边。真的假的？涛妈看惯了吧？妈，我手凉。饿死了。你在这边吧，这边空调也大。给你吧。你好，你好，可以先给我们两杯水。别抠了。没抠。我对你温柔一点。让他知道你的暴行。没抠，宝宝。定白。哎呀，指纹、掌纹卡粉了，太凉了，你倒点热水，泡泡手吧。谢谢，谢谢，谢谢。红灯、绿灯、小黄灯，哎。真的是红绿灯，你看，
哎，你多吃胡萝卜，白天就是该多吃胡萝卜，对身体好。是不是那个吃胡萝卜吸收的太阳光？不是啊，美白的。真的假的？我能骗你吗？你吃两个，我吃一个。嗯，好的，都给你，宝宝。这是啥？吃。怎么，你不喜欢土豆？嗯，我喜欢，我平等的爱每一样蔬菜。把我这个大番薯放在哪儿？你不是苍蝇吗？我有多少外号？不是，大齐娶了小苍蝇，你一天大番薯。你都是你自己起的，你问我，我可从来没给你起过外号。我给你表演个脱口。我打嗝。别学我了，又学不像。天天就是结束以后对我这么不耐烦。大家看到了吧？还学我？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小心翼翼。要不要展示一下我的伤口？啊！你这个手就是你抠的。这个都是你抠的。你要不说那蚊子，你包是我给你咬的。那都是你打肿的，你看都肿成啥样了。走吧，是砖的。走，哇，这个是你喜欢的，好看好看的大鹅，这不是我吧？我帮你拿着吧，手都勒出来了，疼。我平常不是这样的，这都是肿了，我这边真的肿，真的被我换一边，真的吗？真的，真的吗？真的，你摸都疼。我上你，我上你，我上你左啊！我没有劲儿啊，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啊？就是数量，数量有时候比质量要。没有。你有六六一吗？嗯。有六六。好的，你有看。啊，这个很好看，这个很好看，你看过吗？没有，讲啥的？就是五六六七七八八。重新组织一下，你调整一下你的状态，你醒一醒，醒一醒，重新调整一下你的状态，然后再七七八八五五六。可以晒背了。什么东西啊？给你的七夕礼物。什么啊？这个。水彩。不是啊，这一套就是。啊。谢谢。之前咱们说很多东西记下来就像大家都一起看过，然后我觉得你可以之后有什么很喜欢的瞬间可以画下来。还有就是你不是说自己恢复能量的时候比较喜欢独处，但是画画的话我觉得也会是你恢复能量的一个好方式。把纸开啊。喜欢喜欢，谢谢，谢谢小苍蝇。那我把我的也给你吧，把你的也给你吧，给你一个包包，这感觉很像你之前背烂的那个包。我那个包我背了四年，而且它很大，也许某天我减肥了，你可以把我背到包里。
好。画个山吧，然后山上飞一个小苍蝇。这个吗？灰色吧，灰色是苍蝇的翅膀。你的翅膀是什么颜色的呀？你看看，你看看，就是这个灰。这样，你来吧，第一笔。哎，大刷特刷。刷墙。有意思，傻子胡墙。哇，这简直是艺术！太厉害了，孙老师。你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艺术这东西挡不住了，知道吗？就是说，一个天赋。我好急促。对，我好急促。虽然今天没晕，但我们可以画点晕上去。谁试试？支持一下不？我试试不？哎，不像，它是肉色的。你为什么不能是肉色的？也是哈。那就是肉色的吧。不，我送给你这个，你会真的会用它画吗？会。那就行。不画干嘛？不画你会揍我吗？不是啊，主要是你老是自己一个人呢待着，虽然我知道你自己一个人会补充能量，但我还是更希望你愿意多。哇，好漂亮呀！我们画了月亮，又画了太阳，厉害厉害厉害，真的好看。我也进步了。Lova， 谁偷偷偷走了你的画画水平？偷走了我的脑干。完美。我们画苍蝇吧。行。咦，别来沾边儿。好脏呀。对。没关系。画吧。这是脏脏画。脏脏包。脏脏包，脏脏花。别太脏，别太荒谬。我要画一个我的圆脸，有点太黑了。没完了，笑一秒钟就差不多了，再多笑就不礼貌了。这是谁家的奶奶？没画完呢，你闭嘴。太圆了，这个脸。你可以多弄点头发盖一盖。那我再画一个你的脸，在这儿。你这是画一个爷奶爱情是吧？不是这样的。那你自己画。我不。耳朵不在这儿吧？不是，我觉得你发际线有点太低了。可以了，可以了，够高了，够高了。我可以画耳朵，你不要耳朵吗？不要。为什么我的脸比你大这么多呀？可以了吧？不用再加。给你画个苍蝇翅膀怎么样？灰色的。还挺写实。那你画个什么？我觉得，那你给我画个向日葵吧，换一下 ，change。我画这边。你画画时间过得好快呀，完美完美，可以，好漂亮呀，完美。哪能洗个手？我先做一下。
bad for you. Cause I live for the fire, breaking the dream. 谢谢。夏令营，好漂亮啊，真好看。是。你那山路离远看还有点像那天的野长城。是。不疼吗？不疼。苍蝇车。 苍蝇车是什么？你的车，梦中情车，后头可以放猪了。